話香港怎麼可以走到這一步，香港怎麼可以堅持到這麼久。那你堅持些什麼，除了要追究這個721即是警察沒有即適當的執法之外，你還有沒有參加其他的反送中運動？沒有啊，今次是我第一次，之前呢我都是沒有機會參加，因為我媽媽背景是藍絲的問題。你媽媽藍絲？是啊。哦，咁有冇爭執啊？你哋嚇，有冇爭執啊？咁但係你都堅持自己要走出嚟，依個係良心，依個係良心。哦，咁你今日你媽咪去咗邊度？你先可以。我今日阿媽去咗去咗出面去開會。咁你叫咩名啊？可唔可以講下？我叫個英文名。英文名或者姓乜嘢㗎嚇？我英文名叫 Donald。 Donald 好啊。讀緊幾年卡啊你？六年級。哦，咁你對呢個運動了解有幾多啊？呢個反送中嘅運動。我就係、是、全就係、是、對抗嗰一班警察。哦，喺你身後面嗰班。咁你以前驚唔驚真唔真警察㗎？你以前唔真。以前老師教我哋警察係維護法紀，而家你嚟做乜嘢？哦，而家你喊係點？你點解會喊呢？因為我嬲，好嬲。係。你而家幾多歲啊？十一歲。你小心啲啦嚇！